大家好，我是方大叔，他是我的 Honey， 我太太。今天呢，我要给各位说一个故事。这个故事啊，非常的平凡，平凡的就好像从来都没有发生过。发生，发生，算了。这个故事的女主角啊，她是一个玉姐啊，纯情的，她是一个非常纯情的宝岛姑娘。那么由于这个时代的变迁呢，她遇到了一个离乡背景漂洋过海而来的一位老罗啊，现在是老罗啊，以前刚来的时候那可是个年轻的小伙子。说到他们俩的故事啊，那得从这张泛黄了的相片开始说起。老夏，你们看清楚点，那边那个洗衣服的，哪个有两个洗衣服的啊？哎呀，就是那个拿棒槌的嘛，拿棒槌的。哎，我告诉你，这屁股大的呀，嫩生嫩羊啊，你看看这个体格，壮得通常牛样。哎，俺就怕你罩不住。你这话是不错呀、啊，我要是再不挑剔，也不能找个那么丑的人呢、啊。你看，长得满脸横肉。浓眉碧眼、嘴大下鬼的，活像猪鼻嘛！他根本是不是蛤蟆下人，他膈应人嘛！算算，我会不会吧？你讲哪个？你看错了，看错了。哎，不是那个拿着棒槌的那个老女人嘛？啊？哎呦，那个是他娘啊！啊，他娘啊！他娘照这副德行，他女儿也好不到哪去啊！你等一下好不好？你有点耐性，俺把他叫转过头来给你看看好不好？好。啊，房房房房房房。怎么下雨了？你还流口水？我家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准备相亲。哎呀，还照个袂歹哦，咱阿兵哥前头都买鱼买肉吃七头。哎，我说阿娇，到底是你在选郎，还是你们阿芳在选郎？不是这样讲啦，我是讲三人五目，后摆他无登台卡位嘛。他说什么？他怕你是个瘸子。哦，我还怕他是个疯子。哎，你把他讲啥？啊，也意思是讲你卡水啊！哎呀，那小人这么老啊！阿峰啊，有人客来啊！不能喝啊！你要是满意的话，要放红包在茶盘里。满意，满意。阿芳啊，你也一时想快。哎，我塞你了哈！搞定了，阿娇，就这么决定了。恭喜恭喜！小蛋的啦，那这上吊吃本性的那手，那有遐简单嘞？来来，你看我，哎呦，你生个遐怪，你死个结结束啦啦！他说什么？哦，他的意思是说要大饼。哦，大饼配大葱啊！哎呦，那不是咱们吃的大饼。西式专门用的大饼哦，要大饼还要西式的大饼，他还有什么？你讲什么？伊的意思是讲，你还要虾米啊？哦，我真简单嘛，就是冰糖啦、当归糖啦、鸡肉饼、面线、猪油、福元糖啊、洛阳鸡两只、鸭脖两只，啊，搁弄辣条一堆啦、手环啦、啊，搁蒜椒、手指啦、破嘞面糕啦，安尼尔嘛。他又说什么？哎，他的意思是叫你花钱，花钱，花钱！我没钱，我只想给娶他女儿，花那么多钱干什么？不要了，不要了。你什么公司啊？一个意思是讲，这个钱太多，他不要了，一摸哎。那
呦，我无简单嫁一个查囡，要哪会使无啊？哎呦，安尼啦，这礼数拢唔免啦。安尼无上少，你嘛爱甲我抬只猪公，互厝边头尾拢知影讲，啊，我要嫁查囡，有面子，安尼就好啊啦。他现在提的问题有没有扯到钱？哎，现在不扯钱。他现在就是钱不要了，你只要杀只猪公就行了。可以。啊，猪公来了，这会嫁嫁吗？嫁吗？女婿已经是半子了，为什么我还要叫他干嘛？哎呀，他的意思是这个猪公的这个嘴巴里头啊，要放个橘子，干嘛？对了对了对了，干嘛啦？笑，猪公嘴里放干嘛？老乡，我们回镇上了。对呀，不打扰你们了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我了，保重了，老乡。阿芳，小妹妹，我姓夏，夏静听，我是山东济南人，民国十五年生。你是民国几年生啊？我在问你话呀。完了。会是个哑巴呀？哎，算了吧，反正哑巴只要会生孩子就好了。我想想，哑巴一般都是又聋又哑嘛，我来试试，看他是不是又聋又哑。你是不是又聋又哑？你得贡献了。他会讲话了。